工资，还有就是人民大学分我一套房嘛，分我一套房当然很便宜了。我一再说我那七十多平方米的房，哎，这个他分我的时候我交了六万多人民币，哎，后来我卖的时候呢，我就卖了600万人民币，那就市场价格呀。嗯，哎，我就把这个房子给卖了，我就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没有什么所有财产，我哪有什么财产呢？我们都是工薪阶层。